Say that you love me, say that you care. Say that you love me, say that you care. 可以当我男朋友吗？任他挠我、气我、烦我、躲我，我自己缠他、追他、黏他、气他。土木工程师是做什么的？人类灵魂的工程师。笨蛋。我认识一个女孩，她天真活泼可爱，在等待有个人可以给她一生三千宠爱。不需要很有钱，不需要很帅，她脾气古怪，有时候暴露，有时候你必须忍耐。为什么她竟然爱上她的，到底在想什么？她是否忘了帅哥不能爱是什么，让她乱了方寸，不知道该做什么。我想说这怎么可能，她舍得舍弃自己的尊严与爱好。你说话吧，女代表，你暗恋我很久了。都玩在他身边又闹又吵，只为了能够为他瞪一眼就好。但他在这边，而他在那边，他想被他捧在手心上面，而他总做事而不见，脑袋中却浮现眼前竟是他在微笑的画面。而他说你睡好了，